Show Happy， 今日喺坤顿身边有许廷铿。Hello，Hello， 坤顿。Hello，Ever，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见你，系咩？终于等到你出歌啦。唔係，我成日都周不時，你都會過嚟撐我啲嘢。上次你嗰個上展，我都過嚟探咗你一下嘅。阿佛珍惜玩嘅上展。係啦，咁其實見你即係自己冇簽公司或者自己獨立運作之後啦，見你其實嘅工作都一路好豐盛、好豐盛、好豐盛啦。係，我都好似冇見過你咁忙。我都好似入行以嚟未試過咁忙啊。係啦，但係嗰種忙係有滿足感嘅，因為而家好多嘢都真係好隨心啊，同埋有一啲。我覺得因為好像感覺上面沒有門檻，即是現在大家本身在 Instagram 也好，在不同的社交平台都很容易找到我們。Yes。 然後就變成了有一些 projects， 以前可能因為在公司的架構上，可能大家我見到一些很有心的朋友，但是即始終都要pass on 回給公司去處理。但是現在反而是好像那道門開了，就是原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當然是因為疫情而拉開了，但同一時間大家更加珍惜可以聚埋的時候，就所以變了一些 project 我覺得很有心的，我自己都會參與多一些，就變了很多新的面向、新的可能性，可能有些綜藝的節目啊，或者有些廣告啊，大家可能見到有些演技的部分啊，很多這些不同的發生。所以我就見到原來在沒有公司 support 底下，或者自己去開公司、自己去 manage 自己底下，許廷鏗的可能性又大了。還有我有一點覺得我在19年的紅館之後呢，我都開始對自己有一個包容度。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我在紅館其實我說了一句，我說希望大家今晚會接受許廷鏗是一個最基本去說就是香港的歌手這樣。我為什麼會這樣說這句呢？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你做歌手很多年，為什麼去到19年才這樣說呢？因為對於我來說，是真正歌手的門檻就是你要征服到紅館的一個舞台，才可以定義為一個。他對你來說，紅館還是一件事來的，絕對是，絕對是，無論他日後變成什麼狀態都好，因為我由小到大，我最look up to的歌手，永遠他們最好看，或者其實簡單點來說，真正一個歌手的表演場地，在香港來說是真的這個紅館，就是一個殿堂咯，體育館這個的殿堂。然後征服了這個舞台之後，我就覺得開始我可以定義了自己是一個歌手了，然後就可以開始沒有那麼去限制自己說不可以試其他東西了，開始可以有多些不同的面向，譬如做一個演員、做一個綜藝、做一個不知道KOL whatever， 即總之我可以接受到自己有不同的面向。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原來這些不同的面向呢，去到最後都是幫我是歌手的定位更加穩固，或者更加多感受可以放進去我的作品裡。所以我覺得原來即我可能金牛座啦，步伐慢一點，但是慢慢原來走得到的時候呢，是找到不同位置的樂趣。喂，但我又問回頭，譬如這樣說，你都說可能上完紅館之後先叫做開始敢給自己去發放多些面向出來啦，做多些不同的 job 啦，可能你之前那十年真的掛著只是做在歌手的本位上的，那種是不敢啊，還是不想去做其他的工作呢？某種程度是不希望觀眾混淆的，因為你想想，其實在我的跟我一起玩唱歌比賽的朋友，有多少個在做歌手？小考咯，啊，亦都係獨立發展咯，而家係啦。但係對於我嚟講，好多都可能會轉戰咗，而家係可能好成功嘅演員，或者係MC， 或者係甚至唔係做緊呢行啦。咁所以對於我嚟講，我唔想混淆個位，係我希望我一路好堅持做歌手嘅工作，係希望呢一個定位係人哋一見到許廷鏗，一諗起許廷鏗都係諗歌手，即係呢一個係好清晰嘅，一直以嚟。咁但係到今年，我覺得嗰個清晰度已經足夠，令到我可以去試好多其他唔同嘅嘢，而唔會影響呢一個崗位呢個定位咯。即係許廷鏗企出嚟，點都係一個歌手噶啦，亦都係點都係歌曲行先噶啦。咁但係可以俾多啲可能性自己試下啦，係俾多啲參與到自己啦，或俾多啲
唔同嘅觀感俾觀眾，我覺得原來都緊要嘅。將自己真實啲嗰面可以放到啲出嚟。其實係立體啲嘅。Yes. 即係一直以嚟一條好直線，口口行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都係嗰個直線。但係原來咧嗰啲唔同嘅面向係補足咗我，令到我歌手嗰條路原來立體咗咯。嗯。即係 3D 咗咯，係啊。嗯。咁啊，搞咗一輪，終於等到你有新歌啦。嗯。呢首叫做《佛系人生》。係。食你自己名嘅應該係，Alfred 嘅佛系人生。冇錯，其實我由細到大，我最識我嘅人或者最 close 嘅人都嗌我做阿佛嘅。嗯 ，even 連我屋企好細個，我四五歲嘅時候已經嗌緊我做阿佛㗎啦。咁所以之前有個節目就叫阿佛真識玩啊嘛。咁我都有少少 ride on 佢呢件事，因為坦白講，我係喺個節目之後，我自己睇翻嘅時候，我都有一啲喺拍攝嘅時候未有嘅感受，因為我哋拍攝嘅時間其實好緊接，就係同出街嘅時間好近，所以我係冇睇過任何剪輯完嘅嘢。係啦，我就同大家一樣啦，都係安坐家中等佢播出。所以我係估唔到有一啲部分，原來我拍嘅時候，我覺得OK， 都係大致都係咁啦。咁原來拍完之後出嚟嗰個效果，哇，原來係咁嘅喎！有埋剪接之後，我就發現原來中間嘅感受係有咁多。咁而我都因為有呢一啲嘅 inspiration 而令到我覺得好啊，咁我不如做一隻歌去 wrap up 呢件事啊，咁樣。因為咁即係話，其實呢首歌係好新近嘅作品嚟噶。係啊，但係其實我今年我已經做咗八隻歌啦，未出街嘅，我做咗八隻，係啊，出得碟噶咯喎。其實因為我一定係出大碟嘅，係啊，即係我呢個係我自己嘅少少堅持啦。咁而呢一個堅持係令到我今年咧，在比較早啲嘅階段，其實已經完成了很多錄音。咁呢一隻係去到應該啱啱一半，第四隻我收到的歌，第四隻我灌錄的作品。而很得意咧，其實好似呢八隻歌的呢個歷程咧，都跟大家在今年遇到的嘢好相似，即係嗰種有反覆的，其實不是一帆風順，一直士氣高昂一路衝去嘅，係中間係去到呢一隻歌咧，其實是有一個低位嘅。咁呢首係低位啊？係，因為頭一首歌就係士氣高昂啦，跟住慢慢 OK， 大致都feel到嗰件事嘅。去到第三隻歌其實開始有啲棘，唔係好知點錄。咁而咧去到收到第四份詞，即係呢一份詞，其實原本咧唔係叫《佛系人生》嘅呢隻歌，原本最初版嘅 demo 咧叫做《不在場證據》，完全兩個 story， 冇一粒字係會 overlap 嘅。但是呢就阿直爺寫完之後呢，我好記得我試錄，跟住我其實好早已經有種感覺，覺得死啦，唔係添，唔係我心目中一開始聽呢隻歌嘅畫面。咁但我都照錄，這個我都覺得係我要尊重直爺。咁嗰份詞其實冇得挑剔嘅，只係啱感覺啱與唔啱，而唔喺技術上嘅含量有咩問題。咁跟住我錄完之後咧，我好記得嗰個我同監製於日耀講話，不如我臨尾錄多兩次，咁但我就唔唱呢份歌詞，我就咁唱好似 demo 聲啊，咁我唱啦啦啦。我就錄咗一條咁樣嘅聲去俾職爺，我就俾佢聽，跟住之後佢就重新再幫我由零開始寫過，然後就變成而家呢一個佛系人生。而因為就有呢一種，即係可能由我把口去唱翻個 demo 咧，佢好知道我點樣去解讀呢隻歌，所以去到而家呢一刻呢份歌詞係冇一粒音係要再冇一粒字係要再調整嘅，所以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好多謝直爺去會為我，其實某程度上我係彈緊鐘噶嘛，即係嗰種彈鐘係我呢份詞未係最啱咁樣，咁但係同一時間。因為就有一種關係，有一種信任喺度，佢都知道我唔係為推而推，係真係有一種感覺上面係需要去調整，咁佢就幫我寫過呢一份詞意。點解而家呢一隻第四隻歌會變成而家第一主打？其實某種程度下都因為我真係覺得好啱啊。作為我喺今年懷胎十月嘅第一隻作品嚟講，我覺得係我十分之滿意。喂，但我又覺得咧，你係嗰啲點講啊，心急仔嚟嘅，有某程度上。咁所以當你做好頭三首歌都唔派住嘅時候，係咩原因呢？其實我有喺年初已經定立咗呢樣嘢，我同自己講，同我團隊講，我話我覺得今年咧，我唔想為追而追啊。
如果因為追而追是我想真的做一個音樂的企劃出來，是尤其是我現在是代表我自己，我不需要去迎合其他人的 timeline， 不需要迎合商業的考慮的時候，我就想、究竟我應該怎樣去調配我的音樂作品出的時間。我就說了我很希望我是錄完整隻碟先去想究竟哪一隻歌是出先出後，因為之前都有些碟是原來我去到後面再宣傳，或者真的去到出碟那一刻我才想到是的，如果一開始個擺個次序是這樣擺的，可能對觀眾來說是容易吸收一點，對於整隻碟的概念，因為我是很奇怪很少數現在還會做 很希望做概念大碟的一個歌手來的嘛、但是這樣東西對於我來說，其實我不說做概念大碟是一個很好，不是有什麼意向，其實純粹就是因為我很想用每一年的那一隻大碟來去記錄我的人生，記錄我當年發生的事情，所以對於我來說，那個概念其實永遠都是代表我當下的感受。譬如上一隻的 negative， 其實就是那派大家自己一樣都是 negative， 那就不要扮 positive 了，即都沒有需要，那就擁抱了有這些不好的時候，或者擁抱了這種原來有些時候的負面程度去到這麼大，然後今年開頭的就是這個《佛系人生》，也是 我新的一個起步點，希望大家都會、重新感受今年的許廷鏗是什麼、《佛系人生》去重新去感受許廷鏗今年的起步點是什麼一回事、這一首歌這一份詞、所謂達完中找阿靜的由頭去寫過一次去啱你心情景、啱你心態嘅嘢嘅，其實裏邊寫緊嘅嘢就係你自己，係咪真係咁 match 緊你自己諗嘅嘢？你係咪真係冇同靜爺溝通過你諗緊啲咩嘅咧？我覺得已經去到一個位係佢唔需要特登再同我進行啲咩溝通，其實已經知道我嘅人係點。因為有啲嘢其實我同佢都好似嘅，即係對於一啲做人嘅理念或者係一啲。可能最基本去講係一啲心底上嘅嘢，係、我哋好相近，我哋都會好關心身邊嘅人嘅感受，然後嗰樣嘢係細膩嘅，即係咁佢就用歌詞嚟去進行一啲關心，進行一啲同即係或者最簡單講，我第一份收到嘅詞，佢係俾咗個 release 我，即係佢我的志願嗰份詞，佢令到我當下放低咗一啲嘢嘅，咁去到。2021年，我覺得即係由當其時，我的戰好似一五啊，2014、2015啊，類似嗰啲年頭咯。然後去到而家2021年，我相信我哋咁多年嘅默契同關係，已經令到我哋唔需要再好刻意地去啊。其實近排嘅心跡就咁，唔使啦，因為大家已經知道大家嘅走向係會點。咁所以我好慶幸嘅，即係能夠同一個咁大師級嘅朋友，真係做到朋友。然後大家互相去支持，互相去感激，咁所以去到今年，其實我係全隻碟嘅歌詞都交咗俾林夕嘅，包碟啊，幫你，係，哇，係，咁佢真係好錫我，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係，我亦都坦白講，因為今隻碟好內在嘅，其實講嘅 topic 都係我今年經歷嘅嘢，咁所以我覺得真係要揾一個好。認識好熟悉同埋好明瞭我點樣做人嘅一個填詞人去幫我去規劃我今年嘅感受，係。